今天生活百分百带大家来到哪里呢？这里啊，可是林口都市计划中的中心商业区。刚刚头顶上看到的就是高速公路，背后呢则是捷运 A9 站。除了是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之外啊，更是会有行政中心，还有国际商城哦。所以啊，生活机能是一级棒。当然，来到这是不是就看到四周都是林立的新大楼？那么看好这边的投资客或者是自住户，到底要如何选择？今天跟着节目一起来一探究竟吧。好地段、好住宅是许多人一辈子追求的梦想。然而，随着北台湾激烈的房市竞争，要找到一个绿意盎然又兼具时尚生活机能的环境，可是越来越难喽。而这也就是林口从化区为什么炙手可热的原因。那当初政府在规划这个林口从化区的时候，它是有经过去一个英国做一个考察，所以在林口发现林口的道路非常的宽阔，那它有一个所谓的缓冲设计，像个本垒板造型。那它就是为了要让所谓的一个区域来讲的话，缓冲道路比较不会那么拥挤，林口本身的一个生活步调会比较慢。那它的绿覆率高达60%，有别于其他一般的从化区。对，那它整体来讲的就是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。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悠闲舒适的城市规划，让林口成为众家业者纷纷抢进的生活区域。但是如何在成群林立的新兴建案当中找到一栋优质理想的好房，这时背后的建设公司就成了选房的重要指标。虽不是最大，却尽心做到最好。我们从土地取得、建筑设计规划、营建施工到售后服务，全部都是一条龙的作业方式，我们一直在落实了诚信与负责的经营理念，才先建后售，让客户看到我们最优良的施工品质。这个案子基地非常的大，有达到1618坪，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一个基地。那所以我们把它做成这个双塔的这个建筑，拉高成这个16楼。采用是高层的建筑法规，标准层的建蔽率算起来只有18.6%，那前面的栋距无限，后面的栋距有40到50米，是住宅区里面容积密度最松、空地比最高的一个个案。我们采用大量的花岗石来打造，它整个有长达133米的这个柱列回廊，在外墙上也采用花岗石的石柱，一直到达那个屋顶。大气宽阔的外观配置，让建筑升华成一种艺术的典范。在靠近观察，会发觉藏在细节中的用心，巧妙地将设计与自然景观完美结合，让人仿佛沉浸于欧洲的优雅情致。那在采光方面，这个长窗可以看到很远的这个视野。那光线进到室内，由于这个长窗，所以这个投影进来的这个光线会比较深远，所以整个室内的气氛会像我们在欧洲的饭店一样，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氛围。所以整个感觉上，这个是一个很雍容的一个豪宅。双塔式的规划，一层仅两户的方正大格局，不仅展现出非凡的气度，也让住户数值回归单纯。然而使他们卓越的秘密，其实就在于建筑本身能够满足身心灵的需求。那在高楼的部分，它的视线呢非常的远，前方可以远眺桃园的机场，那北边可以看到观音山北海岸的景色。那尤其顶楼，楼中楼有专属的这个挑高的回廊阳台。我们这个案子的公司规划相当的丰富，那从地下室的迎宾门厅到一楼的接待大厅，那还有我们的阅览室、健身房等等。那另外我们还特别规划了其他社区比较少有的，包含我们的高尔夫模拟室、那中庭的推杆果岭空间，还有我们的 SPA 按摩室，还有我们的视听电影院等等。那所有这些公共设施呢，都在满足我们住户包含的学习、成长、交谊、联谊的各种的需求。
一路走来，他们从不贪心，始终坚持一步一脚印，将每一次的作品都当成宝石般细心的雕刻琢磨，化身为生活的魔法师，成就每个人心中对于家最美的期待与想象。